各位来宾，各位亲爱的家长们，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早安。但是还有一个，我们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在学校里面，除了这些文武之外呢，艺术方面的天分，在舞台上面的这个天分，家长们没有办法看到，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把学生每一个人的全方位的能力呢，都让他在学校能够表现出来，将来他出了社会，永远都是很大方，什么场合他都能够把自己的能力呢表现出来，这就是他成功的基础。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把这个学艺会孩子们的表现呈现在各位家长的面前，让各位同学、这个家长来看看我们的宝贝儿子原来是这么不得了。所以说呢，今天请各位家长慢慢的观赏。Thank you.
世界と出会い話し合うなら自分で枯れて時間が